欢迎收看牛舌频道。我们今天十一月底帮大家看看羊肉卤。我们之前没有吃过羊肉卤啊，没有拍过。对，我们吃大宝系列还没有拍过羊肉卤，今天就来了。它这间呢叫做青稞嫂，之前其实我们有吃过他们的鲜稞啦，还没有吃过他羊肉卤，今天就来体验看看。而且是羊肉卤吃到饱。没错，羊肉卤吃到饱，大家最爱的吃到饱。羊肉卤好吃到饱了。对，好，那走走走。啊，据说还有个西湖蛇啊。都会再加收一层的清洁费，它就是440吃到饱。那白色的那台冰箱，还有我们的这边的卤肉饭，还有那边的饮料机，都是含在内的。Okay. 那瓶装饮料跟酒是另外的。那等一下锅底的部分呢，会有羊肉块、脚筋、大骨，等一下里面都会有。不够的话，这个铁盘再帮我放那个白色冰箱的右边，这里有一个铁桌放着就可以了，就再帮您送过来。那您不需要的，就帮我把夹子拿起来，上面夹药的就好了。Okay. 谢谢。那这个是羊隔间肉，这也可以再续。有需要的话，这个小白色圆盘也给我们，再帮您送过来。那因为今年我们的价格没有调整，但是肉一直在涨，所以我们今年会严格的抓食材浪费。所以如果有剩，我们就会直接收食材的费用。哎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哦。谢谢。那面线先帮你们上两份。好，不过都可以再跟我说。好，谢谢哦。好，我们刚刚进来哦，那个店员介绍的很完整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介绍周边给大家看，走吧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介绍周边哦。这边呢是他们火锅料区，还有生菜区，这些都可以吃到饱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白饭也是吃到饱的，它有浇这个肉汁，我们来看一下肉汁怎么样，还在加热啊，所以给几碗，因为他们店才刚开，他们五点开始，我们要六点来。所以等它加热一下，肉蛮多的，我哥看一下，很多啦，很多啊，偏肥，爱吃肥的朋友一定很爱哦，肉还蛮多的。我们介绍这边是酱料区，它酱料啊，大概是长这样子，还有 wasabi 耶，wasabi 可能是他们卖青稞啦，额外用的。它这边呢，哥看一下，辣椒无敌辣，请斟酌使用。等一下我们就来吃吃看好不好？我也很久没有吃辣了，我当初也是算是就挑战辣蛮多集的。现在舌头已经退化了，变成正常人，所以等下就尽量试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尽量好不好？他就在卖汤啊，你来火锅要加汤的话，就是加那个羊肉汤还有清水。这是饮料区啊，免费的部分，这两种啦，它的饮料都比较少一点点，柳橙汁跟冬瓜茶啊。这边呢，就是要钱的啦，各种饮料啦，汽水啊，对啊，白开水啊，还有酒、啤酒之类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夹给大家看喽。好，那个店员讲说哈，用这个铁盘放这边，他会拿那个羊肉给我们。这里呢有羊肉块、脚筋跟大骨，放在这里就可以了。OK。他不要的话就拿起来。对，看你要什么，等一下另外加的话，你要加哪个都可以。来，我们来调个酱料，这就是他们讲的超级辣，我们看一下多辣，红彤彤的，那还有加豆瓣酱的，这个我另外加好不好？因为我本身其实有现在已经退化了，特别是一般人了，我先调一个正常的好不好？正常，等一下我要配火锅料的，好赞哦！好，再挑一个无敌辣的，无敌辣的我会挑少一点，我们斟酌使用。等一下我跟阿用都会吃一点点，所以就一点点就好了。
说舌头受伤不负责。哇，这么凶哦！因为感觉应该是真的蛮……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点解的话，哦。那他说真心建议啊，装一点点就好了。嗯，建议诚心使用小碟子装一点点就好了。那我就装这样一点点就好。他讲的 OK。哇，你看我们东西差不多到齐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呢不是吃的，这个东西是拿来装垃圾的。这个装骨头啊，还有垃圾。啊，先吃这个羊油面线啊，很香啊。啊，油葱酥还有蒜头，还有那个葱花。有点油啦，但是味道真的很香哦。难得放纵一下是 OK 的啊。先吃一口给大家看啊。发现呢，啊，这面线好吃的程度可以让我扒好几碗，问题就是有点小油而已啊。那是说这个东西就有点油度啊，好吃啊，这也是可以无限续的。我们再吃一下这个羊腿，哦，这羊腿谁受得了啊？我看一下，谢谢。在当拿鸡腿棒棒腿了吗？当然，这肉好像也蛮多的。嗯，肉还蛮多的。嗯，它卤的非常的入味，好吃啊，是好吃的那种羊骚味。骨髓的部分啊，用吸管。你以前本来吃这个就会吸骨髓吗？我很久以前有吃过类似的，它，啊，也是有吸骨髓，但是骨髓不能吸太多啊。适当就好了，因为它比较偏向油脂的，好吧，吸给大家看一下，从这个洞吸管进去，有东西呢，吃起来啊，很浓郁的味道，就是脂肪啊，给我感觉是脂肪的感觉，羊的味道比较重一点点，稍微肥肥的吗？给我的感觉是有点肥肥的，啊。嗯，有点滑滑的，羊油，哎，羊油感。他看到一盘一片一片的是羊的隔间肉，就这个羊的隔间肉。刚刚阿用叫我吃这个无敌辣，这么快，沾一点就好了。啊，先沾一下，帮他测一下到底有没有那么辣。你沾太多了吧？好，还好啦，还好。来来来。听他讲啊。这个辣哦还好，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的辣，是属于香辣型。它不是刺激那种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好，那我再讲那个我刚刚吃那个羊肉的口感，好弹牙，很软，我觉得好吃啊。那隔间肉可以再叫。你一开始看好像还好哦。嗯，因为它送过来是冷冻的，看起来不是很好看，但是吃起来我觉得好吃哎。来这边啊，隔间肉一定要叫羊的隔间。你看这脚筋，你看没有？哎呦，刚才掉什么？掉一个小皮啊。好了，给大家看看这个脚筋。脚筋脂肪就特别多了啊，OK 啦，吃一下。嗯，好吃耶，是吧？嗯，这块全部都是脚筋。各位朋友，这种比较大块的骨头啊，吼。建议大家哦，要么就用手拿，要么就用卫生纸垫着那样拿，拿没有肉的部分，要不然用筷子拿很难夹，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，真的有重量，所以你看像我这样拿就很顺。那，啊，这样也不怕脏。对，也不怕脏。啊，当然你想要赤手空拳拿，啊，是可以的，所以这样吃也比较干净哦。吃的嘴巴超黏的，胶质比较多一点。来，我们来下一下这个羊肉哦，哈。哇，爽爽爽！这个羊肉控还得了，啊。其实我吃羊肉卤啊，我还真的没有吸过骨髓，真的完全没有，啊，我也蛮好奇的啦。好，吸一看，吸一看。我挑了一个也是大骨，嗯，对，这个不错哎。汤和饮料，
插进去一点。它是一块一块的，它会剥落啊，啊，要搅动，要搅动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不要烫到啊。这里面骨子好烫啊。因为刚烫好了，直接他吃啊。其实吃起来就有点真的，就像一般吃脂肪的那个感觉啦。嗯，但是吃起来真的偏腻啦。偏腻哈、哦。这个其实我也觉得不太适合每一只都一直吸这个骨髓啊。而且吸一口可以，那你会不会好一点？这吸一个我就觉得好腻的。这个我觉得吃差不多五个差不多啦。然后这个也可以顺便提个味啦，老实讲，吸这个可以提个羊肉的味道啦，也不错玩啦，老实讲蛮好玩的。有的人爱吃这个。嗯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吃。哇，你看这个肉，这块特别大块啊，满满的啊，这都是脚筋啊，大魔王。爱吃脚筋的一定超爽。其实我本身也爱吃脚筋的、啊，我牛肉面都叫脚筋的。哦，超有胶质的。哦，这脚筋超黏的，吃的嘴巴都是黏糊糊的。你那几乎全部都是脚筋啊。嗯。它肉比较少一点，有三个夹子嘛，其中一个都是脚筋，大骨肉好像稍微多一些。对，它是骨髓啊，你要用吸管冲下来剁一剁，比较好吸。你说把它拉散？对，剁一剁再给拉散，有没有？像吸坨，剁一剁再搅一搅。真的有点腻，吃那个就好腻。我知道冬天啊，哦，羊肉乳生意都特别好。就是这种哦，吃到饱的还得了啊！市面上好像比较少，对吧、啊？比较少。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蛮多间都有那种吃到饱的羊肉卤吃到饱，真的比较少，可能对，现在成本比较高。刚才店家也有讲，他说他们今年没有涨价，但是呢，你如果不爱惜食物，他们会罚钱。这应该的、啊，这应该的、啊。这个肉、欸、真的蛮好吃的，完全不腥，而且味道刚刚好。所以请大家啦，珍惜食物，要吃干净。我觉得吃羊肉很香哎、欸。嗯。这玉米啊，很甜呢、欸。甜啊。对啊。那还可以再叫不是吗？嗯。还好。哦，就用这块沾看看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们请阿用沾一下这无敌辣。这小块的看看。啊，小块的，因为阿用比较不会怕，阿用比较不敢吃辣。啊哦，三整块了，各位观众。那一边啦，啊、哦。回辣，回辣啊！我也觉得。回辣。我在猜啊，因为之前好像有吃过那个朝天椒那一集嘛，我好像那个朝天椒还比较辣，刺激性的。你知道什么吗？我们被吓习惯了。哦。你每天看到蟑螂，看妈妈毙了啦，不会怕了。吃起来我吃点小辣的等级都不大啦，但是蛮有香气的那种味道。是好吃的辣椒啦。肉可以沾那个，我觉得蛮。嗯，我也觉得，它是偏向，因为它有加那个油啊，辣油，还有又有加豆瓣酱。所以本身的香气是绝对够的，大羊肉对非常没错，它还有火锅料啊、羊肉啊、高丽菜啊都可以加的，嗯，等下可以沾。嗯、这个是怎样？这么大一根，它里面是满的，哎呦，哦哦，很重哦，有一定的重量，而且蛮烫的，要小心了、啊。这个羊肩肉也来一点。我靠！刚刚我们又叫了两份羊肉块啊，是羊肉块、啊。羊肉块比较好吃。对，羊肉块我也觉得比较好吃。啊，大骨的话是主要是那个骨髓啦，爱吃骨髓的人可以叫一下。是爽感的、啊。是爽感，因为对我们来讲脂肪有点小小腻，可是有人搞不好很爽。羊大骨是看人吃啊，有的人可能搞不好从头吃到尾也不会腻啊，但是还是跟大家讲啊，适量就好了，因为它比较偏油一点点。好，再拉回来，这个啦。这羊肉块啊，在外面买也不便宜哦。刚刚好前几个礼拜我岳父有买，哦，吃那一锅不少钱，啊，羊肉块也没有很多，就好几百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哦，叫了两三趟这个，应该是回本了啊。应该就光叫这些肉，应该外面要五六百，应该要、啊。对啊，
重点是它卤的真的好吃啊，有一说一，真的好吃。我们要叫一盘啊，我们分装的吃。这个面线很好吃啊，很香啊。看看这个油葱酥，这个油葱酥，这边的洋葱酥啊，还有葱花，来拌一拌，哦，特别的香啊。拉花一下，好吃一口，吃一口。嗯，那个麻油超香的。我觉得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油了，你看我嘴唇都是油，但是味道真的好吃啊，太爽了，这道油才好吃啊。嗯，李姐他们三位要吃热炒。嗯，刚刚吃了一堆肉啊，再吃个高丽菜，还有香菇。这边还有花椰菜，不错、哦。我记得花椰菜对身体不错，对身体非常的好，很健康。羊肉串，沾这个柠檬沙茶酱。沾了这个柠檬又开胃了，谁受得了啊？要试一下他们这个火锅料，大丸子，里面肯定是包肉。对，刚刚看起来觉得很奇怪，来叫一个。一只料，包肉对不对？没有吃，它没有吃掉了。还有包点肉啊，外表应该是鱼丸，里面包肉。哦，你看，哇，鱼丸包肉，真的好吃哎！人家可以叫他这个，叫大哥。嗯，而且里面包肉，大什么？重点是里面还爆浆，真的，里面爆浆哦。刚刚是被我吸了一口汁啊，刚刚是有一股肉汁跑出来，蛮好吃的。嗯，好吧，我们就是我来打个卤肉。哇，偏肥的，我老婆超爱。这种好好吃。哇，三小时。好，我们的萝卜来啦！哦，看起来不错哎，来来吃一口，吃一口。哦，它卤肉饭偏油，而且甜甜的，蛮好吃的。嗯，要不是我吃了六七盘肉了，有点饱了，不然的话我这个起码喝个两三碗。要不要喝它？我记得它汤很清甜，而且很浓郁哦。你说它汤哦？嗯，挺好喝。来喝看。它回头是吃到饱，就弄得很淡，真的，很浓郁。这个汤我以为会不会加那个肉会很恶心，没想到喝起来很清澈。它加上它的那个肉本身自己蒸煮过，所以它那个肉渣比较不会跑出来。然后等一下做收尾。好了，吃饱了哦。今天吃羊肉卤有没有够本？有没有爽？吃到肚皮快炸开了。对哦，真的吃得够爽的。我们吃很多盘哎、真的。我很久没有吃羊肉吃成这样子了，超爽的。因为以前哈、啊，我们去买那个羊肉卤哦，里面加没几块，其实都蛮贵的啊。你再怎么吃也不会可能一直吃羊肉哦。今天吃的真的是从头吃到尾，狂吃羊肉。
哦，四号鸡盘、嗯，我担心吃太多被流鼻血，太苦了。没关系啊，偶尔一次、啊，偶尔一次啊，还是跟奉劝大家啦，羊骨髓适当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真的比较油一点点，这条推荐给大家。那影片到这结束了哈，喜欢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，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